我是台湾人没有错，我也是中国人呢、啊。所以你生在这个地方，在中国的领域里面，这个中国的领土里面，我们当然都是中国人。既然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要不要为我们的国家尽我们一份心力？为我们的国家尽一份心力，同样也是为我所生长的地方尽一份心力。我在台湾生，我在台湾长，我在台湾从事我所有的工作，我到大陆来替台湾的年轻人找到他未来更多的机遇，我是不是在替台湾做事？可是我要这么努力做事，这么努力的促成两岸的融合，促成两岸一起将来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、两岸的统一做事，那是不是为年轻人的未来在做事？这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？没有什么我要不要坚持的问题。你可以说这是一份理想好了。